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， 我现在人在红桶，因为我们原本要去大溪，可是发现这边的火车停很久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下车来逛一下好了。原本要去大溪吃海产，但是就是留到二月吧。来，这个就是火车刚出来的一个小街道，走吧。这旁边很多那种猫咪，猫咪的摆设之类的，好像猫砂哦。啊，根本就猫砂了。我曾经来过两到三次了，可是轩好像没有来过。有来过一次。哦，你有来过一次就对了。啊，不然我怎么知道这边是猫村北溪哦？猫村，对，这边是猫村，就是有些人提倡这边的猫好像，对，有些很奇怪的东西啊。很奇怪，就是有些内幕，就是我们这边也不方便跟大家讲，反正我们就是下来观光，当观光客就好。我闻到一股屎味了 ，OK？ 我们火车票是买到大溪的，这个火车站完全没有人，我们就这样直接进去，直接出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从这边可以到猫村，那这边好像有吃的，我们先走这边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台湾的火车道啦，刚刚我们就是搭火车过来。哎，你看厕所都是猫咪耶，好可爱耶。猫咪凤梨酥，这样是有猫夹在里面是不是啊？我觉得这边有冰店。在你上厕所的同时呢，我稍微看了一下这边的环境，那边有一家面店，超多人吃，我们先去吃点面好不好？好啊，走走走，我要去看猫吧。什么看猫？我不是说要吃面吗？哎，那不是看猫吗？讲你最近怎么喜欢上猫了？我觉得猫咪很可爱呀、啊，它的表情好忧郁哦。拜拜。你看一下那家面店，很多名人来吃过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坐这。哎、欸，蛮普通的，就是那种路边摊的干拌面那种，猪尾巴，都没有猫尾巴。哎、欸，坏呀、啊！跟我讲一些话，他就说读书不重要，读书很难，他讲读书很难，做料理很简单，食材要新鲜，火候要抓好，就可以这么多客人，就可以这么好吃。他连这些海带我都没看过，感觉很不一样，食材新鲜是吧？嗯，面好好吃哦，我要吃完了。面很好吃，嗯，哎、欸，这是80年老店。你也让我吃一口吧。它的面非常带劲，然后很，它的酱油很香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留一口给我吗？它有分小碗、大碗，大概只差个20块。等到我就点大碗给你吃。这边上菜是不是也蛮快的？嗯。我刚点。油的很好吃。它油的很好吃。烫地菜也来了，我们是烫地瓜叶，它的地瓜叶跟外面的不太一样，真的很青菜的感觉。这样偷偷全部我们吃160块。猫咪来了，凶巴巴的那一个。简乐轩，你最喜欢吃什么面哦？面超好吃的，倍棒。这家店有那个猫咪的凤梨酥，我自己还蛮想买的，你看一下。记得我之前买过。你买过？你看这个超可爱的土凤梨酥，我们回去的时候再买好了。家，你跑去跟猫咪玩？哎呦，还撒娇哦！好开心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还有猫手掌的，好酷哦！猫手掌的，你们看，隔壁这边有一家店啊，都是卖一些猫咪的东西。要断猫棒，对啊，这个不能放给他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边是铁的东西，会刺到他们。可他们也太小只了吧，还有点小只哎。我喜欢那只颜色不一样的。Hello， 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怎么进去？哎、欸，那边可以走下去，我们去那边。它说水深危险，可以走下去，但是不能下水，对不对？我们下去走，那边就是给人家下去的、啊。我下去玩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了？你就看一下而已哦。心惊惊哦。没有。啊，不然嘞？下面可以那个踏水，但是我不敢下去。哦，我不想要脚湿掉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走了。首先第一次遇到的猫，哎呦，撒娇，舒服哦，哦，很爽哦。
还有兄弟开着，哇，真的开着，拍屁屁，拍屁屁，伸懒腰、哦。哎呦，怎么跑到这边来了？哎，我没有要跟你好哎，你以为我要摸你吗？想太多啊，兄弟。你看，他就跟你撒娇了。猫草是给他玩的吗？猫草是玩的吧？哦，猫草是玩的，难怪他兴奋了。哇、哦，这么凶！我们现在前往猫村的世界喽。哎、欸，这是怎么跟对面那只很像？你跑来这边了？有没有超级像兄弟姐妹？给他嗨一下，他太厌世。猫草嗨喽！他对猫草没兴趣。真的、哦。现在尝试让猫咪坐在它的腿上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让它们坐。你要摸它们，摸它们看会上。你要更多的抚摸它们才会上来。哎呦，舒服哦！哎，兄弟，你睡着了是吧？哎呦，给它洗。他们两个是兄弟姐妹吗？对啊，他们都腻在一起。对啊，爽吗？爽吗？睡在上面很爽吗？哇，他们完全睡死。他现在把你抓住了，他现在把你抓住了。因为猫草它跑不上来啊，他不准你走，你完蛋了，你今天睡在这好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红头影片就先到这边好了。红头好玩吗？好玩。嗯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稍微脱离了市区，然后在外面走来走去。这边真的是超多猫的，没有很多好吃，但是就是几个摊贩还蛮厉害的，就是几家厉害的店这样。然后也是有贩售一些小小的猫咪周边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就是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猫咪圣地吧。我觉得我大溪渔港好像去不了。耶！我不知道，我希望我可以去啊。如果有去的话，就会拍影片给你们看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啦。喜欢影片还喜欢？不喜欢，不喜欢。佳琪宝六，我是 CHU， 每天五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拜拜。八八六，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大家都要伸在你身上，是不是啊？很挤哦。哎、欸，这只小黑是怎样？很挤耶，你这样挤上去，我觉得薛英的腿应该很好睡，我也要睡，给我点位置好不好？给我一点位置，大哥，给点位置。哎、欸，他已经快要掉下去的感觉，他是硬要躺哎、欸。